在中信兄弟投手的一个部分呢，换上背号97号的许基麟，这是这场比赛中信兄弟所动用到的第三任的投手。在之前出赛的三场的比赛，总共投了四局，那被敲了五支安打，其中有一发是全垒打，送出过三次的三振，没有四死球的情况下，那 ERA 是来到了9。主棒滚地球，二垒正面接到之后传向一垒，来得及刺杀掉了叶宝弟，形成了这个半局的第一个出局数。滚地球在一垒的正面，哎呀，突然弹了起来，张志豪没有办法拦到，但后面还来得及哦。最后呢是由岳东华赶了过来，跟投手来做配合，这些离垒距离啊，哎呦，这个球看看，喂，有出棒。现在的三垒审是邱景彦先生，认为这个球有出棒，让台钢雄鹰队呢在六局上半的进攻留下了得点圈的残垒，最终没有得分。最多的出赛数跟投球局数呢，是2017年的时候，出赛了43场，然后投了50局，是历年来最多的。这个球外角，打成挥空。今天中立兄弟四位投手合计投了7个三振。今天选秀状元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表现呢哦。但接下来，滚地球找上了二垒手，还是能够接到，并且传向一垒，形成了第二个出局数。啊，专心专心。不过陈金虎球场这个玻璃很 OK。哇，结果孙医生是遭到了三振，让江中诚上来之后呢，是让台钢雄鹰三上三下在七局的上半。好，我是贵贵，大家要记得订阅中信兄弟的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 Twitch 频道哦。